哟，大家好，我是长毛。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是怎么说呢？是宝宝 fans tea party 的那个活动开始了。总之，话不多说，我也是要出发了。我们等下再见。希望我没有走错路，真的，我真的希望我没有走错路。我在这一方面真的有一点路痴，所以我不知道，我现在跑了大概20分钟左右，我真的有点，我的腿有一点酸了，我不知道啊。总之，好，我走错路了。所以看下其他地方。现在呢，我只能讲我真的是迷路，我只能三选一在这边。现在要三选一走一条路的话，我想尽量乖的，只是我还是够路痴，所以没办法，要跑了。报名时间已经到了，这次活动是用手机上有一个号码来报名的，不是报名啊，就是之前已经报名的，这是我们的它的那个验证码，所以我们先去报名，先去点名。来，来，搞个波。广俊文，对吗？等等，可能吗？他真的有一点紧张，因为第一次看到宝宝，所以真有点紧张，真的很紧张。六个馆长可以上镜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。哎，不对，我牙齿崩。不好意思，哎，没关系。来，你 OK， 我知道你是来 OK， 来，我念一下你的 code number 啊。哦，来，蛮乖的，写 number 来，我等一下啊。你是来 DMQ， 后面是什么 ？DMQ PZ 七。小墨镜啊。OK， 来这边，谢谢你，来这个那个。Z。OK， 好，谢谢。This is our the...もしか、あら、どう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哟，在刚刚的时候我跑了一很长一段路，而且刚刚好
我刚刚忘记吃早餐，所以我就打算让现在的这个肚子能够吃多的话，当然是要挑战一些东西的，当然是挑战我们的那个最大的冰淇淋包袱，我们来挑战一下，我一个人吃不吃得完？不好意思啊，西林这个，我也来挑战。对，是啊，等下你有人。可以，这只、你要什么口味？有可以选三个口味。三个口味，那就选一，vanilla 有没有？有。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。然后 cookie 还有 vanilla。嗯。有。还记得我上次的时候挑战的时候吃到身体发抖，因为真的很冷。哎。那个，帮我转身，我帮你转身镜头。你有看错的话，刚才那个好像是宝宝哦，真的。反正现在先别紧张，我现在先完成我的冰淇淋挑战，冰淇淋挑战重要的，冰淇淋挑战多一点，所以放轻松，长毛放轻松。才说点的，这里我比较喜欢这边的一个怎么讲菜单，就是这个真的很大份的冰淇淋套餐，里面总共有12个，你看那个它的大小都，你看差不多我一个脸这么大，所以今天我是要挑战把它给吃光光啊，我先把镜头调一下。我现在只是吃到一半而已，我也是差不多，现在要饱要饱一下，那个分量真的很多，超级多。我觉得这个药如果真的是大胃王了，真的很值得吃这个。我现在只是吃到一半了，所以我还可以再吃。15分钟，大致上我是差不多吃完了，就是我们就当然算吃完了，挑战成功，所以活动开始了，我就现在到现场去，我的场景就交换一下了。准备宝宝拍一下照片呢。
排队排了差不多五分钟左右，但是跟他们的距离还是有点，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只有等一下而已，所以那人数也是差不多，后面也是排队。对，坐在椅子上的也是等到那个队伍晚了过后才进来排，所以人数很多，排队慢一点。本来那主席是叫我们坐下来等，但是就算是站着等，我也要快一点拿到签名，因为我真的迫不及待拿到签名了。镜头转一下，现在场地我刚才已经等了差不多七分钟左右，现在还是还没有拍到，而且场地也换了几台，所以还是要等一下，还是要等一下。至于人数方面，跟刚才完全没有改变，只是换了只是一的位置，什么状况？要换位了。那个场地啊，哎呀，现在拿到进球了。总之，这个能够让我排到比较整齐，就是呢，等下下一个就到我等这个摆设进球，他出去过后就可以到我换去后面的人，所以估计应该还要再等两分钟。所以我就希望我的进球了。哦。等一下先来，稍微看一下东西。今天就是在弄毛。你吃手机的啦，哥。有啊，我就吃它了。哟，现在我终于等到了，等到前面。来，等到下一个。等了这么久，终于等到了。你是一种外人吗？那个，这个我就不能讲了。之后，我现在也不敢讲了，是不是？所以，我们就只是可以帮我拍一下了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帮我拿着，也帮我拿着。我先拿着，录着。哦。可以。我所以是你拿手机。还有什么？你刚到个在吗？我打了一分钟的游戏了。一分钟，别动了。啊！等。好，我不走。Hello， 我是新的 YouTube 宝宝。没有。还没转，转一下有按到。有拿到吗？有红点，有红点在上面。啊，这个是我的茶会。耶耶耶耶！这个是叫什么 Vlog 吗？是 Vlog。Vlog。就是抢了他东西来玩。有没有到后面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来这队的人。然后他在里面吧。来录一次。Hello。人呢？就是谢谢，阿里嘎多，就是要谢谢宝宝，所以我荣幸可以让宝宝来做我的摄影机，就是我的 vlog， 除了可以拿到签名以外，还可以跟宝宝互动，我真的是觉得很值得，希望下一次还可以再遇到他。这次活动还没开始，还没有完，我还没有录完，那就先转一个镜头 ，OK。再转一下。
今天的活动就到此为止。刚好我的相机也没有电，所以我要赶紧录好这个画面。哟，我又回来了。刚刚真是有点可惜，那一句话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讲完了。我电池还真是不争气，而且还只有两个都给我用完了，那活动时间真的很长。总之呢，这次的活动我真的是过得很开心啊，可以跟到宝宝一起互动，然后还可以认识一些新的朋友。在这里要特别感谢的话，我就要感谢阿瑞哥，谢谢你开这个活动，还有宝宝，谢谢你愿意来到槟城开这个小茶会。所以我也好了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按下你们小铃铛，这样你们就可以收看更多的影片。还有如果喜欢这种系列的影片呢，请按下你们 like， 让我知道你们喜欢这类型，还是有什么要改进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在下方留言，我每个留言都会去看一下的。所以总之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我叫长毛，我们下次再见。